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两天呢，我们都在谈到如何团结我们的宗教族群，来化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带给人类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大问题啊！怎样能够落实呢？在中国，古老的中国，这些先祖们，他们累积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告诉我们的只有教育。教育，千万年来在中国啊，都是摆在第一位。啊，古籍里头记载，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从行政设施上，也是把教育摆在最前面。啊，首相下面的几个部啊，教育部摆在第一。首相有事不能事事，这个就是由教育部长来代替代理首相。啊，这个理念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清朝亡国，民国成立之后，这个理念就淡薄。也可以说是逐渐消失啊。那么这是不但是造成一个国家的社会动乱啊，现在我们看整个世界，跟中国古人所说的完全相应。那我们要怎样化解这个问题？一定要恢复对古圣先贤的信心、恭敬心啊，恭敬心，认真的、努力的来学习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说我们从哪里做起？一定要从教学做起。在中国，自古以来，修身一定要有道德。啊，
才能够做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身心健康。那么治家也要靠道德啊，道德有余，家一定会兴旺啊。我们居住这个地区，这个乡镇啊，古人说道德能够成长，这个地区就是一个示范的地区，最好的地区。如果我们去在城市啊，那这个城市德一定要非常丰富啊。我们居住一个国家，居住在地球上，这个德一定要达到博大，普及不但是一切人，而且普及到一切众生啊。我们这个心量啊，要不断的拓开啊，爱一切人也要爱物啊，花草树木要爱物，山河大地要爱物啊。所以我们依照中国传统的这种理念啊，古人所讲的安身立命，教学为先，创业起家也是教育为先啊，建国军民，建立一个政权，统治一个国家，还是教学为先啊。礼义之邦是我们念念所向往的，还是教学才能做到啊。稳定和谐是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的，也要靠教学啊。国风民安啊，这都是我们现在所向往的。国风啊，这个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向上提升，这是现在做的有一些成就，但是人民的心不安啊，如何能叫人心安定，也要靠教育啊。太平盛世，长治久安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神圣之国啊，上帝的天堂，佛家讲的净土，讲的极乐世界，都没有离开教学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佛家的大乘经典，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学我们似乎是很重视它，因为学校很多啊，师资团队人数也非常的可观。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不能够尽如人意？那就是我们的道德缺少了伦理啊。伦理是什么？伦理是讲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啊。中国把这个关系分为五大类啊，第一个是父子的关系啊，这是关系里的根源啊。父慈
自孝啊，这是义务，必须要尽的义务啊。父做父亲的要爱护子女，子女要孝顺父母啊，关系里头啊，这个基础啊，根本再扩大为夫妇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长幼的关系，他不说兄弟说长幼，这个意思就非常之广，说兄弟是自己同父母啊所生的，想长幼呢，这个关系就扩展到整个人类了啊，比我年长的要看作自己父母一样，比我小的看作自己的晚辈一样，这是一家人的理念啊。那么幕后一个朋友的关系，朋友两个字意思也很深，朋是同学，友是同志啊，友比朋更亲切啊，所以志同道合啊，那叫同志啊。人类不出这五大类的关系，懂得这五种关系啊，就有尊卑礼敬啊，自然呢也就形成了啊，我们对尊长会非常恭敬有礼敬啊，对晚辈我们会很慈悲爱护他们，教导他们，给他们做一个好榜样啊，那这是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社会。这个里面教育，现在我们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啊，缺乏这个，没有因果教育。因果教育每一个宗教都讲，你做善因一定有好的果报，造作不善的一定有不善的果报，所以恶报。人懂得伦理，社会就有秩序，就不会混乱。人懂得道德，就不会做坏事啊，做坏事是良心不安。那懂得因果呢，不敢做坏事，做坏事有不好的果报啊，有灾难啊。所以这个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整个世界社会动乱，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教育虽然很多，缺少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那么这三种教育恰好宗教可以弥补，每一个族群传统的教育都偏重在这三方面，也可以弥补啊。前年我访问梵蒂冈啊，陶然主教代表教皇，我们交流谈了六个小时，两天每一天三小时啊，讨论到这些问题啊，如何把宗教带回教育
告诉我们，根据天主教的统计，最近十几年，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年年下降，他们很忧虑，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10年2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就很少很少。那我们听了也忧虑啊，为什么？我们忧虑的不是说人不相信宗教的，我们不是忧虑这一点，人把伦理道德因果啊完全抛弃尽了，我们忧虑是这个啊。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每个宗教最初创教的时候啊，我们想到摩西，想到耶稣，想到穆罕默德，想到释迦牟尼，他们当时是怎么把教兴旺起来的？有那么多人追随他，跟他学习，世世代代相传，传到今天还存在。那在我们这一代产生了危机了。啊，为什么信仰人越来越少？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当初创造的这些圣人，通通都是教育家。啊，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而多半都是从事于多元文化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们教学不收学费。义务教学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类，不分信仰啊，你只要肯想学，他真的热心的来教你啊，所以形成了这个宗教啊，延续这么多年。那我们今天想一想，跟最初的圣人来相比，我们把他们的教学丢掉了啊，在今天只重视宗教的仪式不够，仪式固然重要啊，说老实话，仪式是教学里头的精髓，但是这些东西人家不相信的，人家说我们是迷信啊，他需要在讲堂上课啊，比如说有灾难，我们用祈祷，用这些仪式，灾难化解了，我们相信，他不相信，他说根本就没有灾难，你们胡造谣言，用这个东西来欺骗人民，我们拿不出证据啊，所以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恢复教学啊，要把教学摆在第一位啊，每一天跟大家上课，跟大家来学习啊，等他真正其如教学境界之后，他就相信仪式产生不思议的效果。同样一个道理，真正懂得教义啊，懂得这些理论，也能体会到神的心愿，这个仪式才能产生效果啊。那也就是说，不仅仅经典教育，
我们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而且要做到啊，神圣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的身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啊，落实在我们的工作，落实在家庭，落实在社会，那就产生不思议的效果，才知道宗教教育的伟大。宗教教育，依照中国文字来说，中国文字讲宗，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就是尊重、崇敬，啊，尊敬的。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两个字连起来就是人类重要的教育，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啊，是宇宙之间遵从的教化，这个意思多好。每一个宗教都符合这个定义，这是人类不能缺少的。缺少科技，我们生活比较不方便，没什么大关系。这三样东西缺少了，伦理道德因果缺少了，虽然有科技，科技会带来地球的毁灭，这都不是好事情。如果科技能够附属在宗教教育的之下，这个科技是好的，给人带来是幸福的，不会带来灾难。那么换句话说，宗教教育还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应当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普遍向大家介绍。可是在今天，我们丢失的时间太久了。啊，西方科技文明开始之后，对宗教的信仰逐渐衰退，啊，逐渐消减，到现在年轻人不相信了。啊，在东方对于圣贤教诲，至少也丢失了200年。日本丢失了400年，啊，这是一个日本的法师告诉我的。啊，所以今天恢复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不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就是要做出榜样，要做出模范，让大家看到，他就相信了。啊，前些年我在澳洲，啊，代表大学，代表这个地区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第一次参加这个2003年。啊，先后参加了10几次，啊，这也让我大开眼界，啊，跟这些许多国家专家学者能够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啊，发现现在对于社会安定和平的没有信心。这才叫真正的危机。
1905年，我第一次跟马哈迪长老见面，长老第一句话问我，他说：“法师，你走过很多地方，也认识很多国家领导人，你看这个社会还会有和平吗？”这个话问得非常严肃说明我们对于和平已经没有信心，信心动摇了，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我当时回答他，我说如果我们能把四桩事情做好，和平就恢复了。这哪四桩？第一个，国家与国家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是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与宗教。这四个都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社会就和谐。他听了我的话，表情很严肃，5-6分钟沉默，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跟他说，是非常棘手，非常困难，不是容易事情，但是从宗教团结下手可以做得到。1999年，我住在新加坡，在新加坡住3年半，我们把新加坡的那个时候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新加坡的政府非常欢喜。今天我们有不少的朋友都在此地，这是我们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有信心。马哈迪长老听懂了这个话，所以今天说实在话，要想拯救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除了宗教这一股力量之外，找不着第二种。所以东南亚这些宗教领袖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手牵手团结在一起。新加坡是第一个，接触印尼，马来西亚、澳洲，这个头带得好啊！那我们没有想到，土翁巴的宗教朋友们能够齐心协力，希望把这个小城做成全球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这个好事情。这个愿望我知道，市长他在就任的时候，我们见面第一次见面，他就谈到他很想把这个土翁巴勒打造成一个和谐示范城。所以我们谈得很投缘，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没有想到这个能够变为事实，那就太难得了。不但是救我们自己，救国家，拯救了整个世界。
那么从哪里做起？要从教学。所以我去年第二次访问我们本土教宗我去主要就是谈论的这个问题希望教宗能够带头教宗跟我同年老了，真的是老了他身体不如我，我感觉到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还是鼓励他，还是希望他在梵蒂冈做，在罗马做，罗马那个小城不是太大的城，用这个地区做个实验点，将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天主教的这种教学跟生活方式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出来，让大家进入罗马就看到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他一带头，我们就会相信我们每个宗教都想找一个地点来做一个圣城这个好，这让全世界人大家看到，对于宗教的信心才能够升得起来光是讲这个教力量很薄弱，一定要做出榜样，让他亲自来看到，他相信他就来模仿，他就想做了所以今天的教学的时候，这是拿出真凭实据这比什么都重要2006年我们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介绍我们过去在汤池用中国传统文化打造一个小镇做成功的所以在两三个月之前，联合国那边的朋友写信给我，希望我们再去办一次活动。我看了很欢喜，我说我再去，没有东西给人看了，光凭口说人家还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如果图文巴我们这个城市做出成绩来了，我就告诉他，我可以答应他，我们到联合国再做一次活动宣传图文巴的成就让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知道图文巴像上一次一样，他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都愿意到图文巴来看、来考察、来观光、来学习，好事情大家就有信心了所以这是确确实实有必要。我在香港听到大家这听到这个信息，我就赶紧来了希望大家能那么伦理我们明白了，讲关系，道德，什么是道，什么是德在中文这个词汇里头，道是讲宇宙的本源，万物生生不息的能量，今天科学里面讲的能量，能量从哪里来的，那个根源称道，一些运动的规律，像星球在太空当中，这个星系的运动它有规律的，有秩序的，我们把这种规律秩序用一个道来
来代表它。德是什么？德是道对外面的表现，一切精神物质现象啊，包括自然现象，五种能量，这是古代中国人把它归纳为人。人是爱，爱人啊，这个爱是最根本的能量。你看每一个宗教都以这个为中心啊，能量的泉源是爱心，爱心是本能啊，这是上帝赋予一切众生的啊，最根本的原始点就是爱心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古兰经里面说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啊，这宗教教育就是慈悲的教育，就是仁慈爱的教育，它跟中国传统的教育根源是相同的。中国传统儒释道，他们教育的原点就是亲爱啊，五伦里头第一个父子有情，亲爱。教育的目的是把这个爱发扬光大啊，从爱自己，人一定要自爱，人不自爱怎么能爱别人啊？自爱就是爱自己那个爱心，这个很重要啊，要把这个爱心发扬光大，不但爱这个地球啊，所有的星球星系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爱啊。为什么？我们原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大乘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个共同体 啊，所以这在能量的根源就是这个啊，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了，这个五种能量把它摆在第一。实际上，其余四种能量呢，就是这个能量的延伸啊，它起的作用啊。第二个是义，义对于啊，我们起心动念，对人对事的思考。一定要依据爱心啊，依据爱心，依据风俗习惯啊，依据道德，包括国家的法律，不能违背啊。所谓是合情合理合法啊，你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定想到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违背了一个都不可以做啊，三个都能相应你才认真去做去啊。是第一的意思。第三个是理，理很重要啊，理是我们这种爱敬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啊，所以一定啊要有礼貌，要有礼节啊。
中国自古以来，从上古一直到现代，对于治理国家的一个重点，它分五个阶段。上古时代，在中国讲三皇，那个时代治国是用道，道无为而治，像中国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所不”。到武帝。人口多了，这个思想比较复杂了，从道衰退了到德，武帝以德治天下，还能够遵循这个道，这个道典概念。但是到三王是夏商周，这三代大概有1500年的样子，夏400年，商600年，1000年，周800年，1800年。在这个时代，他们用仁，就是仁爱，以爱心来治国。周朝末年，中国社会动乱，所以春秋战国动乱400年。这个400年不讲爱。讲义也就是讲合情合理合法，连打仗都要讲这些东西很奇怪的事情秦始皇统一中国了，他没有遵循祖宗的教诲完全用法律严刑来处理这些事物，所以15年亡国了。这中国朝代寿命最短的，15年就亡国了。汉取而代之，汉400年，汉武帝就用国家的行政命令规定，用礼。治国这一个行政命令可是延续到秦朝2000年中国人讲理呀，礼义之邦啊，这个话就从这儿来的人不可以没有礼节，礼节不能够轻易疏忽。疏忽如果家庭疏忽了礼，这个家会衰败本身要疏忽了礼，你的品德修养会下降，不会提升这个习惯不能够养成所以一定要守礼守礼这个人决定是守法，守法的公民在任何国家这个政治制度之下都成为好公民礼道德仁义，礼是最基本的一个的这个能量，这个能量丧失掉之后，社会就动乱了所以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时候，社会动乱，我们知道古人2000年前就讲到了
啊，那我们怎样从动乱再恢复到安定和平？我们一步一步向上提升。我们今天提升道德不行，太高了，决定做不到。啊，我们提升提升理。啊，从理再提升到义，这样慢慢向上提升。啊，那么今天这个使命，确实，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啊，赋予宗教，啊，宗教的信徒要能够体会神圣的教诲。啊，从神圣教诲里面，从理开始。啊，我们把自己的爱心恢复。啊，那么佛教给我们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团结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了？用四摄六度。确实是好方法了。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团结宗教，有一天曾思森部长啊，我想很多人都认识他啊，跟我在一起吃饭，问我，他说法师，你用什么方法把这宗教团结起来？我说我没有方法了，佛经里头有方法。他很惊讶，佛经里头什么方法？说佛经四摄法。这四摄法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是公共关系法，佛教给我们公共关系法。第一个布施，这个布施什么？就是送礼啊，拜访送礼啊，所以布施跟六度布施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啊。所以中国人讲礼多人不怪呀，所以我们主动到每一个宗教去拜访啊。宗教他们都有很多的事业啊，办的孤儿院呢，老人院。啊，养老院，啊，伊斯兰教还办的有学校，啊，办的职业学校，啊，做了很多事业，啊，那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啊，所以我是每一个宗教送10万块钱这一份礼，啊，帮助他们，我们这个关系就建立了，以后就常常往来。互相学习啊，我每一个宗教的经典我都非常认真学习啊，他们欢喜啊，我敬他们的宗教，拜他们的神，拜他们的上帝，我尊敬他们的经典，也开始欢喜啊，不能排斥，不能有，我这叫你是异教，不可以，我们是同，没有异啊。我们相信古时候啊，交通不方便，资讯没有，不是根本没有，人与人之间太多，老死不相往来，所以神要教化这些众生，不能不分身，不能不化身。所以分身化身，每一个族群各地区建立起宗教，其实一个真身啊，我是这么个想法。我在日本开会啊，也是联合国的候选会议，我参加了两次在日本啊，在泰国是有一次，第一次在泰国，那顺便去看日本一个老和尚
中村卡隆，我跟他见面，他100岁，难得了。啊，在日本那个是佛教里的地位最高的了。我就见他，他告诉我，他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通通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我离开的时候，他的学生有桥本，是他的一个老学生，送我出去，送我出门，告诉我，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他怎么对你说出这个话？”我说：“我们心有灵犀，感通了。”所以老和尚真正有修行的人，见解跟普通人不一样啊！啊，对于所有宗教，平等的恭敬，平等的赞叹，啊，平等的学习，是一不是二。啊，每一个宗教都说他们的神是造物主，那个造物主不是一个，是那些神大家开会合作一起造的。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只有一个真神，化身分身，无量无边的。啊，所以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你才真正了解真神的意思，啊，他对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他怎样教法，啊，细心去观察，他的方向目标完全是一致的，80%相同，不相同的少数20%，那什么？那是他们当地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他们的居住环境不相同，啊，历史文化不一样，从这上有点差别，这是小事，真正方向目标是一，啊，天堂在这个佛教就叫极乐世界，叫化藏世界，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个五种能量啊，这属于德啊，能，然后再延伸出五常四维八德啊，这个能量，五种能量就是五常啊，延伸为四维八德，这里都有因果感应的道德。遍宇宙，遍太空，以及遍万物，无所不在。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说道失掉之后还有德，德失掉之后还有人。人失掉之后还有义，义失掉之后还有理。啊，仁义礼智信，礼失掉之后，那还有个信，信用要没有了，就全部都毁掉了。所以道德最根本的基础，最低的底线就是信德。你看我们现在问题严重了，现在信心没有了，那么这就是道德的修炼最低的底线都要沦陷了，这还得了吗？啊，现在的人你去问问，有几个人相信自己？啊，
不信自己，不相信父母，夫妻互相都不能相信，父子不能互信，对社会哪个人可以信？没有了，神也不信了。所以今天到这个地步真的是难了。我们的上一代还有信心，到我们这一代信心危机出现了，那怎么样呢？通通要拿证据来看，没有证据没人相信啊。那就是我们必须把神圣的教育，就是经典，把经典里面的教诲我们身体力行做出来给人看，他才会相信啊。现在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专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依据就是这段事情，孝亲尊师啊。我们从自己做起啊，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可是我们每一天对着父母的像啊，每一天都要去行三鞠躬礼。我们的老师啊，老师的像也供在我们圣人棚里面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学习之前向老师行礼，下课之后也向老师行礼。这为什么？教小教敬，教人相信父母，相信祖宗，相信老师，不是别的。对父母祖先不相信，祖先父母遗留下来的一些教训你不会接受啊，纵然有好老师教你，因为你没有信心，你学不到啊。我们自己信心丧失掉了，可以外国人有信心啊。上一个世纪英国汤恩比博士，这是世界上知名的历史哲学家啊，他曾经说过，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中国人没信心啊，汤恩比有信心我访问伦敦，去参观剑桥大学，伦敦大学跟牛津大学，这三个学校都是有汉学系啊，是欧洲汉学的中心。我跟他们的同学交流，跟他们的教授交流，
我就提出这问题。啊，你们英国人说的，你们对他都很熟悉。啊，他讲的话是真的吗？真能解决问题吗？啊，大家看着我都面带笑容不说话，我听了很久啊，没回音呢、啊、我反过来问，难道唐文比的话说错了吗？啊，他们也不说话。我说你们很聪明啊，既不反对也不承认啊。我说最后呢，我就提出我的看法了。我说我想唐文斌没说错，二是我们把他的话了解读错了，所以你们不敢说话啊。怎么解读错了呢？提起孔孟，你们一定会想到四书五经十三经这一类的，对呀、啊、那这些东西呢，他们现在拿这些东西写博士论文，很熟悉。那么提起大乘佛法，你会想到华严啊、法华、般若这些大经大论。这没错。啊，为什么你们不敢承认？这些东西是孔孟大乘的花果，你们看到了，这非常之美呀！啊，这是精华了。啊，这些花果从哪里来的？从枝条上长的。那枝条从哪里来？枝从干上长的。干从哪来？干从本上来的。本上呢，根下头还有根呢，根是活的。你们有没有想到根？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从来没想到过。我说你们只知道这花果，你们不知道这棵树的根本。我说根是什么呢？儒家的根《弟子规》1080个字，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1700-800个字，佛家的根《十善业道经》大概也有不到10000字。这三个东西你们从来没想到过，真的没想到过。这三样东西是儒释道的普世教育，普世教育就是普遍教化人民，人民都能学的，都能够学会了，这个世界就太平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啊，我说你们这个花果那是专家学者学的啊，那个、当然不行，人民用不到，太高了啊，那是高深的哲学与科学啊，少数人去研究的啊，普世教育重要啊，就是我们讲的伦理道德因果，这是基本教育，从这儿开始，从这三个根开始啊。我他的话没讲错啊。啊，那么今天如果要把这种详细宣讲也很费时间，现在也要抓纲要啊。那我要问孔孟是什么，用最简单的，我用4个字来答复。孔子一生主张的是仁，孟子一生主张的是义，用仁义就能代表孔孟啊。《论语》里头有一句话说，夫子之道无他了，讲孔夫子说忠恕而已也啊，一个忠一个恕，我是用这4个字代表孔孟，仁义忠恕。
这四个字能解决问题啊。人是爱人啊，真正的爱一切众生的心，来帮助社会，来帮助这个世界啊，真正希望这个世界人人把爱心发挥出来，爱的世界，仁慈的世界啊，义呢是个讲理的事情啊。前面说过，或情或理或法啊，要真正是事情啊，中我们用心，没有偏心，没有邪念，这叫中啊，不偏不邪，心要端正，公平啊，啊，来处理事物啊。恕是饶恕，今天我们丢失了祖宗的教诲，丢失了神圣的教诲，是很长的时间了，不是短时间了啊，在中国就是200年了啊，在外国是200年以上，丢得太久了，所以今天人做出许许多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犯罪的事情，统统饶恕他，不要追究了。啊，为什么你追究？这些人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他那个团体很大，他要来反抗，又造成社会的动乱，社会不能再乱。啊，所以统统饶恕他，不要追究了。过去做错了，一笔勾销。从今天起，大家一起来学神圣教育，这就好了。啊，无论干什么坏事，忤逆食物、贪赃枉法，统统一笔勾销。啊，都不要了。啊，都不要再提了。要让有饶恕众生的心。那大乘也用四个字：真诚。慈悲啊，我们提出这八个字，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孔孟修说大乘佛法，简简单单八个字啊。去年洛克维先生来访问我，就是洛克文的哥哥啊，他跟我谈的这个问题，如何能够啊恢复社会安定和平，我就把这八个字讲给他听，他很同意啊，一定要原谅别人的过失。为什么？他不知道，他在犯过失，他要是受过这些教育，不会，不可能的 啊不懂犯过错的时候要原谅啊，好好的认真一起来学习啊。今天学习这个科技发达不难啊，我们真能有个50-60个好老师啊，我们这么多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50-60个好老师，天天讲经教学，用卫星向全世界播放啊，大家都能够收听，这个世界我相信一年就恢复正常秩序了，不难啊，啊，一年的教学啊，社会可以安定，冲突可以化解，世界可以和平啊，这么好的工具要好好的利用啊。啊，我自己教学一生都做这个工作啊，没有空过过啊，54年啊，我26岁学佛，33岁开始讲经。
54年，一个人在做。我用电视，用网络，用网络大概将近20年，用卫星10年，才产生这么大效果。如果有个50-60个人来做，你说那效果多大？每个宗教来做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容易恢复正常，不难的。我们要有信心啊！我们自己没有信心，怎么能叫别人有信心？我遇到人都劝大家，我们要建立信心。参与联合国和平工作的这些专家学者，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心地都非常善良，都是好人，都对这桩事情非常关心，找不到办法，所以我们把这些年这些经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他们闻所未闻，以前没听说过，也没想到过，真有效果。那么在全世界听我讲经的，有人告诉我，至少有3亿人，我说大概没那么多，最高的估计，差不多1亿，不可能有3亿以上。那么我们的节目是不要收费的，我们所印出来的是书籍，光碟这些资料没有版权的，流通方便的，要有版权。我这个人的习惯，我看书，人家送我的书，我翻到最后看版权页，他印的版权所有。翻印比旧，我不看了。人家我为什么？他心量很小。他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很重。心量很小，那么他的见解就不会广大。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人提到版权的，提到版权都丢人的事情啊。版权从哪里来的？从教科文组织来的。我到巴黎开会，我才晓得是他们提出来的，这个不是好事情。这是商业行为，拿着知识当贩卖了，知识不是贩卖，知识是无价的，应当普遍宣扬，希望大家通通再来学习。所以老子讲忠信，孔孟讲忠恕，佛家讲慈悲，我们要向这些圣贤学，圣经教我们爱世人，我在日本有一个基督教的好朋友石井牧师，他也是大学教授，我在日本访问，我们两个人曾经做了一次50分钟的访谈，在日本电视台，他问了我10几个问题，最后他提出一个难题来问我，他说我们基督教心量比较小，没有包容别人的心，他说法师，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我说这个问题在圣经里头啊，这圣经里面它哪一段呢？我说圣经有没有讲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我说那就解决了。他很茫然，那怎么解决呢？上帝爱世人呐，你知道吗？上帝爱我，他眼睛瞪起来，因为我是世人，上帝爱世人，我是世人，上帝当然爱我了。我说可能上帝不太喜欢你，为什么？我说你爱上帝不爱世人，我爱上帝又爱世人。然后我给他解释，上帝爱世人，佛家的慈悲都是抽象的概念，上帝怎么爱世人啊？佛怎么慈悲？这个要懂得意义。我们作为一个宗教徒，作为一个神的使者啊，神职人员，一定要把上帝的爱落实在我们身上，用我们代表上帝去爱世人，这就对了。啊，每一个宗教徒，每一个神职人员，都把上帝的爱放在自己心上，去爱世界一切。这个世界怎么能不美好呢？啊，以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我到日本打电话，他就来看我。啊，上帝要我们这信徒干什么？代表他了，把他那个爱发扬光大了。啊，要不然上帝是个抽象的爱呀，啊，一般人得不到啊，啊，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中国古圣先贤，他们懂得。啊。他们在一生当中提倡报人之德，不报人之怨，别人对我有一天的好处，我永远记住他，永远感恩他，他对我有一千天的不好，我把他忘记干干净净，我只念他那一天对我好。我们的心呢，纯净纯善啊，中国人讲良心的，啊，这心是良心的，良心不能够变成别人的垃圾桶，那就错了。别人干的不好的事情，你全记在心上，你的心不就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了？错了，啊，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我们的心里只装神圣。给我们的教训，只有神圣，啊，没有其他杂的东西，这才对。啊，即使要装，也装别人最美好的东西。啊，我们要好好跟他学习，绝对不能装别人不善的东西。啊，所以报德不报怨。啊，神圣，不会跟任何人对立。啊，别人跟我对立，我跟他不对立，就对立不起来。啊，分人之过，不分人之过。别人有过失，我可以承担。啊，别人有功德，是他的，我们赞扬。这是神圣的德行的。啊，今天社会提倡竞争，啊，竞争不是好事情，竞争产生了无尽的流弊。传统文化里头
都主张忍让，彼此都能够忍让、谦让、礼让，问题就解决了。啊，大家都竞争，这社会不能不乱。竞争往上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向上提升就是战争。今天的战争是核武，是生化，是人类的毁灭啊！所以再不能去教小孩竞争了，小孩教他竞争他一生可怜了。在中国几千年的教小学，这个儿童扎根教育要让，就是要教让啊，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忍让啊，一定听父母教训啊，慢慢长大了他懂得了，就谦虚谦让啊，成人在社会上他懂得礼，礼让啊，礼是讲究让的，不讲究争的。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因为人不止这一生，还有来生。这一生很短暂的。来生很长远的，要注重来生长远的这一生啊，不要重视这一生啊，这一生有这个机缘啊，接触到神圣的教诲，应该修养道德，提升灵性啊，这个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啊，生活清苦一点好啊，清苦的生活是健康的生活啊！我26岁接触到佛法啊，知道素食的好处啊，这个素食的好处是我自己觉察出来的啊，因为在没有接触神圣教会之前，我们在学校里头讲究卫生啊，卫生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吃东西要干净，要选择啊，我在伊斯兰那里学到的卫信，伊斯兰的饮食不但要卫生，要保护很好的性情，性情不好的东西不吃啊，所以在佛法里就学到了慈悲啊，不但要保护，还要保护慈悲心啊，所以我那个时候这个开始素食，素食是卫生，卫心又卫心，保护慈悲心啊，我就选择这个啊，我的素食今年61年没有生过病啊，这个任何医院没有我的病例，没有进过医院，健康啊，吃东西少，不要吃太多啊，所以古人教给我们啊，佛也是教给我们吃饭吃东西啊，5分饱就够了，决定不要超过7分的啊，7分就很饱了，要是很饱的话容易得病啊，越少越健康啊，心要清净啊，这个是养生之道，饮食是能量的补充
啊，我们的能量消耗有消耗很大的，有消耗很少的。啊，过去我在台中学经教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李炳南老先生，啊，这个老人大我29岁，啊，也是祖父辈的了。他每天吃一餐，几十年了。他告诉他大概是30多岁开始日中饮食，一辈子，而且吃得很少。我在那里跟他学经教，也学他的生活方式，啊，我也吃一餐试试看。我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现在要学你一天一餐。他怎么样啊？身体感觉很正常，他肚子一喷，永久保持下去。啊，为什么呢？一生不求人呐、啊，生活简单一点点就够了。人道无求，品质高啊。啊，真的，我发现，啊，我向他老人家报告，不是能量的消耗。应该是90%消耗在妄念上、妄想上。对于我们平常工作，无论是用心还是用体力，消耗都不大。啊，最大的消耗量是妄念，所以妄念少，你的营养需要就少，一天一餐够了。省了好多事情啊，就早晨不需要吃饭，晚上也不要吃饭，好啊，省事啊，你多出很多时间来啊，啊，没有妄念啊。我们学经教天天想的是经里面的教诲啊，我自己应该怎么好好的学，我如何介绍给别人啊，这个有一定的好处。不能勉强，如果我们的妄想很多，你要学一日中一时，对你身体就妨碍。心要清净，越清净需要就越少啊，越清净越有智慧啊。很多东西我没学过，可是你一说我懂啊，你我一看我就懂啊。智慧跟知识两桩事情，知识是要去学的，智慧我也不需要啊。智慧跟知识能够沟通，是不是时间到了？还有一分钟，还有一分钟。所以这一点养生之道，今天我要贡献给大家啊，尽量要减少妄念啊。现在世界动乱，这个地球灾变很多，所以传递的信息也非常之多。这些信息不管从哪里传来的，不能完全相信啊，不一定可靠，只可以做参考啊。不要他叫我们这样做就这样做，叫那个，那你就吃亏上当了啊。一定要用智慧，最好呢还用我们宗教经典来讲，这最可靠的啊，绝对没有问题。相信神，相信经典啊，相信先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大家没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啊，有信心的人有福了。好，今天我的报告就到此，谢谢大家，请大家多多指教。